这里是 Waterside Square South 的一个 Studio 615，它是朝西南方向的。我开进门之后呢，左侧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它的衣柜，非常的大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我们 Studio 的主体。我们先去看一下这边的景色，非常的棒。这边有两扇窗户。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厨房，它的这个冰箱还没有放进去。现在我们先看看这边厨房，首先也是有两个大窗子的，非常的好。然后再到这边呢是我们的抽屉，然后上面是我们的抽烟机和这个微波炉是一体的。然后同时呢，它也有这个炉灶，还有下面的烤箱。炉灶是明火。再到这边，我们的插销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池。以及下面的洗碗机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到时候会把这个冰箱给放回去，可以看一下。OK，这是我们的卫生间，不过之前还有，就是这是我们第二个非常大的衣柜，以及这边。一个类似，你可以放鞋，也可以放衣服，也可以放各种各样的杂物。这是第三个空间了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卫生间，还有一个浴池。然后同时呢，这边放柜子可以放东西，同时呢，这里镜子也是可以打开。有很多储物空间的，